去按摩，久违的能出来一趟，心情怎么样？非常开心。没有人跟到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走吧。你们舒服不？那我们做个挑战吧。舒服。来唱首歌，您可以使劲按，看你能不能按摩的情况下唱首歌。黑夜中的我们都没有什么，你只想回家，不祝你回家。寂寞山的上海，太害怕。温柔你的手，轻揉着我的发，你的眉眼是我力量的，你身体却根本唱不好，难以忘在燃烧。你爱我还是我？那待会我们到电影院见吧。好。Hello， 宋老师。啊，久违的烤肉，太好吃了。这个小妙招就是拿上个肉，然后把生菜，拿生菜包起来，然后这样一直。借的眼镜，对呀、啊，是像化妆师借的眼镜。回去吧。困了我一点。来来。